翔哥当家，自在啦。翔哥当家的名言就是轻松自在，舒服就好，随性，大家都舒服。哦，翔哥，随性。翔哥当家的酷谁就是不一样。翔哥怎么样？你看，我们今天就来边休闲边做菜，边休闲边休闲边做菜，让客人不要感到压力，好，这很重要。好，对，是晚一点出没关系，他来知道那个食物的那个得来不易。OK， 对，他会珍惜食物，就像我们之前有珍惜过食物，就让他物以稀为贵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那配上这环境，太完美了啦，耶！翔哥，虽然我身为一个厨房的厨师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老板，备餐时间是有限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备餐？真的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10:01。1:00前一定要完成，因为1:30要开车出去接人。好，来得及吧？我们算一下他的时间。哦，有一杯了，甚至最后一杯。哎，他们这4杯煮半个钟头哎。拿铁。老板，你知道等一下你会出餐哦。老板，你知道等一下你。啊，我们等一下20杯。还好啊。冰拿铁。对，可以吗？看起来不错，看起来不行，不止看起来不错，喝起来更漂亮。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没有奶泡啊，奶泡嘞？下次改进。不是啊，等一下要营业的时候要。下一杯。今天到底是谁当家？我。翔哥，你需要奶泡吗？有奶泡比较好看啊。是，收到。就是奶泡最后要淋上去。翔哥，再跟你讲，我收到。你今麦该鬼赶快硬吹硬挤啦。可是不知道原本长什么样子。老板，我是细心的提醒你。嗯，我身为一个厨师，还是需要有备料的时间哦。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。你知道你要？这是乐高的。对。来聊。这样比较好看。可以哦。看这杯好久。真的好看啊。对，冰块多了一点而已。嗯，好。然后你们刚刚做了4杯拿铁，然后大概花了35分钟。四杯。今天的饮料是今天要的。翔哥，我身为一个就是厨房的厨师，我还是要细心的提醒老板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备料？这差不多了。现在10:30了呢。差不多了，开始要备料了哈。可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分配的是，完了啊，菜只取了一个。对。报告老板。我们要备料了吗？要备料好，备料走，出发。我们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